陈琳近年来将生活重心转往大陆，但日前因为在陆众上一席海鲜说的言论，引发不少台湾网友反弹。随着风波慢慢过去，他也在日前开心宣布即将重返小巨蛋，连开两场演唱会。没想二日他却突然发文并写下，希望今天可以乖巧不吃零食。而照片中就是简单的四道料理，看起来没有多加调味，吃得十分清淡。同时他还在右下角附上一个手摸头懊恼的贴图，看起来似乎有些难受，让粉丝们纷纷猜测杨丞琳可能是为了演唱会节食，想要用最完美的体态和台湾粉丝们见面。而粉丝看了则笑说，一天偷吃一点零食没关系，也提醒陈琳要维持身材，还是要吃饱才有力气准备演唱会。